近日，昆凌举办了产前派对，田孝宇友人们合照，还挥着 It's a boy 的巨大送子鸟气球。挺着大肚的她，穿着白色平肩洋装，露出依旧纤细的四肢，令粉丝直呼不科学。而据媒体爆料，她将在本周剖腹生产，而老公周杰伦目前则在上海录影。昆凌与周董爱女小周周七月将满两岁，这面照从未曝光过。昆凌则在脸书放上多张派对照及影片，其中一张照片的角落出现了一个小女孩，不少网友猜测她该不会就是小周周。据悉，昆凌近来食欲不错，常约好友下午茶吃甜点。对于剖腹时间，昆凌经纪人肯低调表示，目前没接到通知，还没确定日期。